千万不要让他们现在收尾这受阻。对啊，对，我们调整一下装备。对，你这机动大哥要注意一下，核心武器。你这技能点分配不要过多的放在基础技能上，放在一些伤害高的。一帆发的邮件。好。十步以下配置失败，微草强空为主，配合 debuff 效果，迅速团灭。对战云轩阁通过零人，时间超时；对战玄奇通过一人，时间13分51秒。这些都是刚才和微草打过的战队。对的。看来一帆很早就到了现场，而且还做了很多功课。我去找他。我也去。不用了。如果他不想上场，就算把他压回来，也没有意义。你去哪儿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谁啊？还记得那次拾荒吗？你抢了家王朝很多装备，起初我以为你是个高手，可查完以后才发现，原来是个水货。明明不会清 debuff， 还要找人代打。我很好奇这段时间你是怎么混过来的。不过我更好奇的是，一会儿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你该怎么办啊？你到底谁？别紧张，我就是来跟你谈笔生意。怎么谈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消极比赛，让星星输了，他们给你的酬劳，我可以双倍给你。哼，金融系的高材生，这笔交易性价比应该很高了吧？你已经拿了 offer， 还留在一个没有前途的战队干嘛？你别告诉我，你要帮他们，还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吧？说完了吗？这个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说，如果我把你代打的事全都给你说出去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要不然拿钱，要不然身败名裂，两条路你自己选。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成为真正的荣耀职业选手。目标已在眼前，你现在要临阵脱逃吗？如果你还不想放弃，现在就落跑，好好打一场。队长。想打还是想跑？快速决断！我也不想犹豫。再来。
犹豫的后果就是处处被牵制。我也不想被牵制。继续。不想被动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呀，哇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哇，这个技能太棒了！我想要赢，想赢就把刀对准我。一凡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害怕。